头里不舒服啊，头里不舒服啊，我看着偏上一个沸点，哦，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一会儿上，一会儿下。原来沸点沸的在高空的话就直着沸就行了啊，因为现在是在地面执行任务嘛，所以它根据地势的高低啊，在，地势高的就往上，地势低的就往下，有看到山的时候往上一点，到海边往下的就低一点。为了执行任务啊，执行任务同他平时飞的状况不一样啊，同他平时飞的状况不一样，所以，现在是执行任务啊，执行任务啊，飞碟啊，在执行任务啊，执行任务啊，因为这些地表上的任务，同地表上的人与物有关啊，所以他飞的时候就。从那个地面上的那个，地势高与低起伏之类的有点关系这说明就是这是在从地面上进行的相关的活动啊，好哦，知道了啊，好好再见啊，再见啊。